可以看到，这一次我们第一波所推出的宣传影片呢，其实都是手机直视的这个宣传影片哦。那其实目标呢，就是要来抢攻这个所谓的中间选民，还有年轻的选票。因为大家可以知道，其实，在台湾呢，已经有九成的网络使用者，而这九成的网络使用者里面呢，有高达95%都是这个手机的使用者。所以这次我们第一波的宣传影片，就是以手机直视的短影片来推出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整个视觉风格呢，是明亮清新的形象。同时在音乐的搭配上呢，也以轻快的节奏呢，来去吸引这个年轻人的目光。